好不容易给到他俩微信，过去瞅瞅。上线都不喊我一声，给某音又要打肿脸充胖子。必须得嘲笑一波。他急了，他急了。我怎么可能找个办法转移一下他们注意力？咋的？最近出了个有竞技模式的新品《焦虑野精灵》，我们的目标就是找出里面的导弹精灵。太小了，今天我当回导弹鬼吧，可不能被他们发现我是那股功夫。一会儿找机会悄悄淘汰掉老青。好了，现在我还有一件大事。我成功获胜。哎，我抓着机会了，那必须蹭个图啊。